我一看到这螃蟹，我就想起，我这小花裤衩子了。所以我都，我一看到我就想，笑，你知道，见过这蟹吗？虾吗？应该没有。哎呀，我还搬不动你了，我嘚嗖嗖嘚嗖嗖的。老抽，多放一点，然后醋呗，醋在这儿。哎，做海鲜奶奶说不放点醋。好嘞，炖多久？你知不知道？知道不知道？你关键得给我个双击，你知道吧？给个双击行不行？来一个这个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看到吧，就这么大的壳，就这么一点，这是吃西餐吗？这个是这么经典呢？哇塞，这东西得老贵了应该。是不是应该叫坑的要死？这么大壳，就这么点的东西。这才是好东西。这么鲜。哇，给我个双击行不行？给个关注也行。扇贝。你看这扇贝怎么样，新鲜不新鲜？这个黑的你可以把它给去掉，因为这个扇贝它大，你知道吧，一看这个黑的就给看了，这样摘掉之后你再来炒它，然后你再来看，哇塞，漂亮吧，可贵啊。很鲜美。你弄是不是也很鲜美？你要喜欢吃的话，你给我个对屏幕戳两下，双击那叫。我来教你做黄鱼，哎，哈哈，煎一下，两面煎一下，加上葱姜蒜。再加其他的，鲍鱼，哇塞，够不够大？这鱼尾巴老是会崩到你，啪嗒一下，好烫，好难受。哎呀，做鱼，待会儿我告诉你听，这鱼这东西特别的好，明白吗？倒上水之后15分钟，然后你就可以。这鲍鱼大不大？老过瘾的了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？这东西，实在是有点太烫，还没有这个，咱不吃它。哇塞，漂亮吧？这得几口？过瘾。你要喜欢吃的话，给我个双击呗，行不行？过节了。给个双击吧，屏幕点两下。有点烫，鱼头掉了，怎么可以说鱼头要掉？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头。
哎呀，鱼头是最香，鱼头也是最好吃的，你知道吧？嗯，你要喜欢吃的话，你就给我双击一下，就是那个黄鱼，吃肚子，黄鱼就肚子里面有块肥膘，我给你看啊，哦，这块肥膘，这可不是脏东西，这是很有硬，我怕它掉了。面包蟹，这家伙敲，你看它壳多硬啊，我得亏没拿头开它，人家说头开的香，头开的香，香的屁，头开的疼，可疼可疼那种的了。哎，这一划来开，看到吧，这就，哎呦，哈，嗯，嘿哈，肥，哎，喜不喜欢吃？哎，过个双击呗，你就叮当哐叮当哐对屏幕和点两下，这就叫双击。有人点不上去小红心，哎呀，这蟹你看没吃完。不能浪费了，哎呦，我去他大哥的，哎，我掰不断他，哇塞，塞给他吃掉，吃半天塞没去，你说搞什么鬼？对不对？吃面包蟹好，我跟你说，讲究一定要有牙，好啃，对不对？然后还得哐哐双击来两下，给一个，哐哐点两下，爆头，这家伙。你还说挺直，你看一拍他就晕了。你怎么从后面还跑出来呢？哎呀，这下可爽了。给我个双击呗。屏幕主要传两下，你就从来都不给，小气鬼，双击一下。